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晚安，我是芝芝，欢迎你们回来我的频道。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、こんばんは、元気ですかね、サワディカ。大家好，大家晚安啊，欢迎你们回来。嗨嗨 ，everybody 乔 ，everybody 乔，大家好，晚上好，你们好啊。大家吃饱了吗？吃饱了吗？假爸呗。假爸呗，来跟大家打声招呼，招呼招呼。好来，报安安，报两仪轩。爱露抱安安，我随时随地在等待，做你感情上的依赖，我没有任何的疑问。这是歌词吗？就以安安 ，Vincent 的安安，莫比安安，明月安安，建国安安，紫金流影安安，毛毛安安，好久不见，毛毛也，也一周还好还好。然后四中安安，土耳其的 Vincent 安安，抱安安，今天洗澡没？还没，吃晚餐了，吃了。我不是你的宝贝 ，Vincent 的，醒醒醒醒！大家晚安啊，晚上好，我是芝芝啊，欢迎你们回来，嗨嗨！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、こんばんは、Everybody ciao！ 好，我们今天要继续玩，继续玩宝可梦子，我们要让不听话战队听话。该怎么做到呢？就是拿出暴力，没有啦。啊，欢迎来到直播间的小自然花自然，大家晚上好，大家记得帮芝芝帮芝按赞哦，好吗？记得帮我按赞。卡纳达安安啊，晚上好，晚上好啊，欢迎你，欢迎你，欢迎你来呀！晚安，晚安，晚安呐、啊。听话，让我看看，你要看什么啦？你要看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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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地方，我你讲安安，我你讲安安呢、啊？不好说哎、欸。怪怪的发言，老师这里有怪人，老师这里有怪人，老师老师救命，老师救命！我知道梦不相信 ，no no no， 你醒醒醒醒 ，wake up， 谁啊谁啊，你就是那个问谁的人，好，我已经升级了，各位看看，哎。手把怎么没联系？有了有了有了！你们在这里干什么？嗨，感谢 BO 加入花之龙虾球九个月，听到有东西看我就跑来，来让老师看看。去去去！我的浅浅已经变成奇力鲁安了，看他有300秒哎、欸，谁有300秒？嗨，马吉，看医生和复健，现在才要回家哦。好晚哦，骑车小心哦，骑车小心，回家赶快吃，应该还没吃饭吧？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复健很累的。河马晚上好啊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真的好好，两位管理员都那个路上小心哦，路上小心，赶紧吃饭，回家休息。好嘞，那我那个，我想要让。我想想哦，我的糖果已经吃完了，但是我有点想让它变成，你也还没吃，好冷，差70人就5000。对啊，我跟你们说，我刚刚吃饭前还在4910，然后因为我那个卡哇伊狗妹那塞的那卡哇伊狗妹那个。
突然又被演算法推出去了，然后所以就那个涨了很多个人。可是我跟你说，这种小短片像那个 Pandoru 也是很多人看，对不对？然后但是那个按赞数多，那个按烂的数也不少。我看看，希望我们可以达到啦，那没有达到就算了，没关系。我们要的是真的，我们不要假的。阿宇安安，这就是民音的力量，两面人 ，yes， 就是都是流量，对啊对啊。放眼未来，安安啊，谢谢安安啊，晚上好。我在想要让奇力鲁安变成那个吗？变成那个叫什么？奇力鲁安变成那个爱露雷朵吗？欸，我跟你们说，我今天吃饱饭，我在那个玩，就是想说我练一下功。我真的，我觉得我在玩这个版本是 欧后啊，就是我没有带闪符，然后我也没有吃东西，我真的遇到一只闪了，野闪，没有闪符也没有那个，我把它叫出来给大家瞧瞧。在哪里？你在哪儿？那只可达鸭呢？哦，这里。不是你。哦，感谢 BO 的赞助。来了来了。我今天游戏声是没开啊。对不起。你们应该没有听到，我在这啊，我的欧吼，谢谢 BO 赞助，帝王蟹有一只指甲来了耶！ Yeah， 我们帝王蟹又再多了一只指甲，现在有三只指甲了。好，哎呀，看看中毒的可达鸭，嘿嘿嘿，呱呱，蓝色的呱呱。这是我这个版本，我这个是我玩宝可梦珠子第一次遇到的野闪，而且是没有吃药也没有闪符任何，他去哪？你去哪？这位笑脸你没可以得呀？他去哪？谁可以跟我说啊？他去哪？他走那么远是要去哪？他去哪里啊？Excuse me， 我上不去。Excuse me， 他去哪里？他去哪？你要去哪救梦姐？可达呀，他跑超远呢、啊。为什么我的宝可梦都可以这样子啊？很奇怪。赵波波，你要去哪里？请问？他不见了，不是你。我的可达鸭了。你要去哪里嘛？他要去哪里？告诉我。这里有宝藏是吗？他走太远了，打这一只。他心力什么吗？他有事吗？我要笑死了！哎呦，你终于肯回来了！你终于肯回来了！走了走了。我要笑死了，妈呀！真的太好笑了，真的太好笑了。请问你可达鸭要去哪里？
哎、欸，这只可达鸭，我要叫它那个跑很远回来。我再放一次，它会再跑走吗？不会，它刚是发生了 bug 啊，跑超远哎、欸！我在这个下面呢、欸，我在这个下面，它从那边跑过来这么远、欸，超扯的。好了，我要把它收回去了。我笑死了，妈呀，妈耶，这么精彩，真太精彩了！我没呆好吗？我要让奇异鲁安进化，觉醒之死。跑这么远还不被强制收回，他已经叫 NEO 什么意思？什么叫 NEO？NEO 是怎样？打架啦！超能力格斗，哎、欸，可是我用超能力格斗不就被克，被重克？ Neo 骇客任务的主角哦，莫西塞。最近的无人识识，的所在。小酒一杯，两杯三杯，当作是笑亏。这只不是色尾的、哦，这只不是色尾，是浅浅啊，浅浅。为什么，峰哥？峰哥嗨，こんにちは。他没有了，他没有那个。我们去打草虫，我们去打虫子。喝水哦。感谢毛毛赞助帝王蟹的指甲垢。我没有开闸的图案，有啦。森林安安啊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感谢那个。感谢毛毛赞助，织了帝王蟹指甲垢，指甲垢感觉有点脏，是说被我洗掉啊？我有开啊，怎么没掉啊？等一下、喔，我设定一下、喔，等我一下。哎、欸，连线中啊！他现在连线中哎、欸，为什么没有？我说我把我这样出来，你们现在在放了，再试试看。哎呦，感谢追随。怎么没有图啊？对啊，今天怎么又没有啊？可是它刚显示是连着的、啊，奇怪、欸。为什么？我真纳闷了。算了，不搞了，没就没。哪里有图啊？有图掉下来吗？我怎么没看到？我先加赞助。等一下哦，有吗？哪里？是我没看到吗？不是瞎子，我说他们的表情图案没看到。不知道为什么没有，算了吧，就先这样。好，表情今天他们昨天也才刚来而已，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哎、欸，好奇怪哦、喔。哎、欸，还是因为我用这个，我看一下，等一下、喔、会不会是因为我这里是用另外一个？
再这样子呢？这样有吗？丢丢看。没有。没有。可是我现在用的是这样，没错，我看一下。对啊，我现在用的是这个，这个没错。啊，算了算了算了，算了算了算了，不弄了不弄了，别浪费时间。奇怪，昨天就可以，今天不行。刚喝而已，我刚喝。最好开昨天的直播时，不要闹着玩游戏。学姐是讨厌的学姐，欺负我的学姐，坏坏的学姐，不是。好了，我已经不记仇了，学姐。我这个人不记隔夜仇。谢谢昆华的过年年菜米糕，谢谢赞助，谢谢赞助，谢谢谢谢赞助年菜，阿里嘎多。学姐傲娇，我也傲娇啊，看谁傲娇，看谁傲娇的多一点。谢谢昆华的赞助，阿里嘎多，阿里嘎多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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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赞助，谢谢你。我们要去打架了，其他的艾露会用到吗？不会啊，不会，暂时没有。哦，是哦，奥上 A 皮康，嗨，小伟子是姐姐，讨厌的姐姐。你不会用到，你会啊，你不是有那个包什么。感谢伊顿的订阅。妖乳晚上好啊，晚上好晚上好。要翻车了吗？有可能哦。有可能啊，但是没关系吧，我们已经换了，我希望不要。初见安安啊，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，你好你好。那你在哪？你不是说你要当女生，可是没有艾露雷朵啊。那之后浅浅换身之后再给你当，浅浅换转移身份之后，等其他只听话，我再让你当艾露雷朵吧。五千倒数哦吼，对，五千倒数了，好期待，好契机，希望可以达到目标目标。推橄榄哦，橄榄在哪？橄榄，橄榄在哪？忘记了。这边吗？在哪里？忘记哦，这里。对，请大家欢迎订阅芝芝，芝芝在冲五千订阅，这个目标就快要到达了。请大家不要吝啬你们的酷酷的订阅按钮。好，你在订阅？不是啊，峰哥，峰哥，你这订阅过还要再订阅，都好像不太对，都不太对，不太对，不太对。大家记得帮自己按赞，按赞，按赞。可是我发现我现在用这个阵营，我真的，你现在我在抓宝可梦或是打道馆，对不对？什么叫一起退定三小时欠揍？我在打路人，就是训练家的时候，我真的会很常翻车，欸，就是属性不合，遇到克星，不行啊耶！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孙女要哭了。
阿爷晚上好，好难推哦，过去。哦，同学晚上好啊，过去，你给我过去，过去，过去啊，过去，好来。别挡道，这什么道？这名就是橄榄球。大姐姐，我是小菜鸟，可不可以不要太凶？我们超能力被重克哎！踢开！哦耶！帅啦！好帅啊！不要哭！不要哭啊！你们为什么要哭啊？这姐姐真是的，怎么变简体的？因为我玩这个版，我玩紫的版本是用简体字，简体版本就是它会计算成是外国版本。那如果我跟大家交换的话，我就会变成异国人，外国人。放眼未来，安安呢、啊？晚上好，晚上好啊！欢迎你也来追随我的，感谢你也来追随我的兔奇。哎，我直接去找他打架，打架啦，哥哥！两边都有，谢谢。对，两边都有，谢谢你的追随跟订阅。ありがとう，ありがとう啊！按错，应该用劈开的。想用念力打我，念力。我好像要打四个道馆，他才会听，才那些才会听我的样子。迪亚贤者安安，晚上好啊，晚上好，欢迎你来哟。姐姐的小腹好大，哪里？我看哪里大？哎，不是，这个是我。哎，我说实在，浅浅最近真的比较胖哎，他最近吃好多哦，他最近有变成肥虎般的那个潜力，怎么自制力很大？你好讲话。你说什么，宝宝？你说什么？坏宝宝，坏宝宝。嗯，是勾大 ，OK， 勾大可以。连神再讲就给你300秒。莫比，这不会是阿嬷养的，没有阿嬷养，我不是阿嬷。我这里好多那个、喔，好多胖丁哦、喔，这是怎样大量出现你？我说胖丁哦、喔，胖丁。姐姐应该跟你一样吃东西解忧郁。哎、欸，他最近很黏，他最近超黏的。就算我陪他很久，他就是我去楼上，他也是那个，他也是会一直叫。感谢放眼未来订阅陈吉一的图奇陈吉一，谢谢订阅，谢谢你的订阅，谢谢，阿里嘎多，阿里嘎多，阿里嘎多，ございます。好，来，我们去。看我们会不会那个？没有，你如果再讲，我就送你300秒，你就是需要的人 ，OK？ 好好的那个，好好的审视一下自己的讲话哦。那你晚上好，晚上好啊。很黏，就是有点忧郁，需要陪伴，跟浅浅有感应。4号，
而且我那天还看着他在抓一只那个虫，他不是嫌你陪太久？屁啦！我陪他之后，我去楼上，他还是一直过来叫我，然后他就是我像我如果开门，他就路倒在地上翻肚肚要让我摸。你怎么觉得他是嫌？你会不会讲话，弟弟？弟弟，弟弟，你想你是不是抓虫？我不敢，不敢应了。真的，他最近都这样。猫的个性很难，没有没有，浅浅是真的很黏，反而是春卷就不黏，就是在我头上。可是其实我发现浅浅他的形象比较少出现在我的 VP 上面。其实我本身就是比较偏向浅浅的形态，对。其实我是浅浅化身的，浅浅才是我本人，我才是浅浅的攻读生啊，各位。是出色的训练家，你滚橄榄滚得太溜了。然后我就记得有一次春卷，就是他坐在那个，嗨，梦前安安啊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他坐在那个，浅浅才没你欠揍嘞，嘿呀，就死嘞公分回。他坐在那个沙发上，春卷，然后我就叫他过来，我要摸他。然后他就是一直看我，然后眨眼睛。然后猫咪对你眨眼睛就是表示爱，但是他说他的意思就是我懂你的意思，但是我现在不就是我不想过来，他就不想懒得理我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他就有叫到最后，他就转头就走了，然后就很伤心，然后他就跳到他的那个，他跳到他的被窝里面，然后就觉得很难过。像浅浅，他就会浅浅叫他就会来，可是你们知道小时候其实是。浅浅小腹哪会那个不是小腹啦？你知道，其实浅浅小时候，浅浅小时候他其实不太会叫过了叫就，虽然浅浅小时候很亲人，但是他并没有非常的黏人。这是帝王蟹指甲剪组合，一加二加三方能组成指甲剪，道具功能说明可剪除。指甲，帝王蟹指甲，现用一次，谢谢谢谢河马赞助，等一下我加，感谢你的赞助啊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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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因为我养浅浅是先养，我就本来是想说，我那时候取名字就是这么很肤浅，你知道，就是我就想说。欸，这有广告什么？好像没有。然后那个，我那时候就想说，我就想说，我要养一只钱会来的。然后我就叫他浅浅，因为这样子他就会有，就是叫浅浅来，浅浅来。然后他如果来了，那浅浅就真的来，我就会有钱了，对不对？我那时候就是我的肤浅。然后那时候他就一开始，其实他小时候比较没有那么黏人，就叫他来他基本上不太会嘛，他会，但是他不会每一次都来。然后反而是当时候的春卷一开始小时候的时候比较黏人。然后春卷每次，你知道我每次就是站在我家二楼楼梯口，然后他们在一楼玩，我叫春卷，然后就喵。马上跑上来，可是浅浅就没有理我，你知道他每次都是在后面的慢慢吞吞舌啊、得啊的才上来。日猫自然猫什么意思 ？Hello 明月安安。然后我当时候就跟我家人讲说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把春卷换名成浅浅，然后浅浅跟春卷的名字对调好，因为春卷一叫就来，以后叫他浅浅好了。可是那时候他们都已经习惯名字，然后后来想说算了。耶，我成功了，自己想来就来哦哦哦哦，春卷比较算，现在浅浅是不叫也来，一个叫美金，一个叫台币。动物想什么根本没人知道，就是你要看他的行为，还是他的一些行为动作，还是可以展现出他的一些思想的，还是会有的。你像他，如果你摸他很爽的时候，他的尾巴末端会轻轻的摇晃，
但是如果他很不爽，他会大力甩尾巴，是真的哦，是真的。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后来就没改，然后还好没改，因为现在春卷叫都不来了，现在叫他都爱来不来了。浅浅想换名字换美金，美金啊。过关了、啊、那么简单，只要对猫咪拍屁屁就会倒下来。没有没有，不一定。我们家春卷拍屁屁，它屁股会翘起来，然后浅浅拍屁屁的时候它会很爽，而它会要想要让你拍又不想让你拍，这样要拍不拍的那种感觉。好嘞，成功啦，我们去新胆。我想要先去打一个道馆。对，要让他习惯，可是春卷现在就是不习惯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变了，他可能不爱我了。我先去打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超能力，这是超能力，超能力是被什么克？虫，二幽灵。哦，自己来我家？不是不是，是那个领养的，我是领养的，从小抱习惯。对对对对对对，我们家浅浅也是从小抱习惯之后他就很听话，然后很黏，想拍会自己找。对对对，没错，浅浅就是那个想拍屁股的人。浅浅超爱拍屁屁的啦，我每次都拍到手很酸，我就说你好了没？好了没？拍到我手，这个不知道能不能打，我是去试试看。我两只都是领养的，浅浅是那个亲戚那边捡到的猫，然后结果怀孕了，然后我就获得了一只。浅浅还是我自己去选的，对，我是因为刚好有人有，然后那时候我领养了浅浅之后，我觉得。总觉得就是，哎、欸，他们两个在干嘛？他们两个在干嘛？这在干嘛？哎呀，被做坏事，被发现了！你的猫也都是捡来的，我是没有捡，我是领养。然后那个，哎呦哎呦哎呦，感谢追随，感谢追随，谢谢追随哦！不要打扰人家了。我看个戏不行。怎么走？你好像要绕一条 一大段路，不能直接过去哦。然后后来是因为浅浅有时候因为他还小，他想要咬东西，但是我也不想让他咬啊，所以后来我就想说，不然再领养一只跟他一起玩。而且人家说养一只养两只是没什么差别，我想说好吧，那就再养一只好了。感谢追随，对 YT 也可以，欢迎订阅哦。然后我就这样子养了浅浅跟春卷。只是我最近在看一个番，就是我之前的新番都看完了。然后最近在看那个《转身就是剑》，好看呢。没想到居然。我其实本来他因为他的封面没有很吸引我，但是我后来想说我没什么可以看，那不然就看一下好了。哇，你看不得了，好好看哦，超好看的，太好看了。这里有太精华，这是什么？对，很好看，超好看的。我觉得那只剑好好笑、哦。我请工商没有啦，雷夜女仆好好看，好，我都去看看。好的，没有问题，弟弟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那个猫很可爱，对啊。真想看星期三，星期三是什么？你说雷夜女仆是美剧，她是女生，不是，她是恐怖片吗？恐怖片我就不看了，鹿尖。监狱的监吗？鹿监我就不看了。
星期三也不错，是美剧哦。星期三是美剧，反正就是健喜欢吃咖喱，我还蛮喜欢啊。鹿间同学入魔了，也没有鬼。那是卡通吗？它是动漫吗？141122733394441欧暗黑哥德风美剧，里面还有一个主角是荣恩演。哦，是哦，是荣演的哦。所以是他，所以你讲的也是美剧吗？到底在讲哪个？在讲灵异女仆还是？别一直碰瓷啊，小子！我也说的是女仆，说的是那又有荣恩演的是女仆，剧场动漫 ，OK， 我到时候再去看跳舞桥段比较红，好，我之后去看看。荣恩演不是吧？他不是说有一个角色，我过去吗？哎咻！哎，过了，过了，过了，太好了。电影院看的 ，OK， 好，好哦。早晨那个很催泪吧？那个，我怎么听不懂你们在讲什么？你说的美是美剧《哈利波特》里面荣恩演的哦。你说的是美剧哦？我美剧我就还好，没想不太喜欢看美剧，喜欢美式风格。硬 A 过河，强吧，哼，只有我办得到好不好？嘿嘿。而且我自己有打太晶洞，我自己打了几个。已经打了两个吧，你可以直接跳去亮光，真的假的？可是我还没有坐骑功能的那些都可以吗？很催泪，超好看。阿宇是讲哪一个？星期三还是灵异女仆？不用功能就可以。你讲一点点，不要讲，你要剧透哦。哦，道别的早晨，现在有三个就对了。现在有三个，你们是不是想搞混我？哦，帕特们，我点满房间那个我知道，就用约定之花点缀吧。我感觉好像很多哎，你们大家推荐。我受到灼伤了，没人看过灵异女仆吧？看起来是没有。怕痛的我，2023要出第二季了。我就这么干的，我打完一个道馆就再到处乱跑。OK， 神作。可是我们都不知道，今天要一起看《七娜》哦。你说那个。你讲的那句话我忘记，你讲的那个电影的名字我有点忘了，叫什么啊？再给一个提示吧。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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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那个，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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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那个，对。网购开启异世界美食之旅。嗨 ，V 二也晚安呢。哦，对，在咖啡冷那样剧场可以一起看啊。对啊，剧场也可以一起看，没错。之后有机会我们再一起来看吧。
你讲第一集就有的剧情，这样都不算剧情。好啊，你讲啊。网购那个好看，大家都很懂哎、欸。糟糕糟糕，我们的浅浅遭受到火灼伤，到底是你先死还是我先死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杠杠，糟了个高，浅浅。最后一滴血，芊芊你撑下去啊！芊芊掰，使用芊芊使用独挡，芊芊，芊芊你怎么就死了啦？我不准你就这样离我而去，你后面那只可达鸭是怎样？有事吗？跟你拼啦、啊！进去吧。OK， 进去了，进去了。嗯，浅浅没有经验值，小说也可以下饭。OK， 好。沙奈朵老婆家、喔，你在做什么梦？没有，没谁你老婆。沙奈朵他可是那个、欸，安安呐、啊，学文，我不是猪猪啊，叫错了。哎、欸，他回血了。鸭子在看你的钱钱被打爆，三星呢。你改推沙奈朵，你滚，滚啊，滚！高叫，高叫！进球吧，宝贝！可是已经回岸了，我回岸是正常的。一个夫妻应征保姆，一个很年轻的女生来应征，但夫妻俩的孩子洗澡就发生意外，所以他们是用一个假娃娃，让女主人算是某种心理治疗。现在几个到完？两一个，我要去第二个了。我来拍一下刚刚抓的哈，这是。小剑雀，我这次很认真哎、欸，都没有乱摆，而且我终于看到在树上的天竺鼠长怎样了，今天让我意外的遇到，电毒一弄好像是，当然跑我需要拿那个，哦电音音。不是读音哦，这边是音音。哎呀，滋滋滋！他一脸厌世，亲个亲，电音音。哎呦！本来叫读电影哦 ，so nice，so nice。可是那女仆来照顾的小孩是娃娃，所以灵异的是娃娃还是女仆？超奇怪了。大家记得帮这次按赞哦，感谢你们。有时候就要自己去看 ，OK。
男主人好奇年轻宝宝，就去搜他的行李，发现一个十字架缠绕着一个怪东西，手不小心被刺到滴血，加恐怖！钱钱呐、啊！不愧是屁孩哎、欸，但我快没球了。进去吧，不要再挣扎了。攻！亲亲，哼，亲亲麻麻麻麻的，亲不了。怪的人要亲，你确定？你是骗人的吧？我觉得你在骗我、欸，波波，你在骗人吧？睡美人，你在说什么啦？我真的是醉了，我。来人呐、啊！把抱抱拉下去，杖责三十，杖责三十，以惩那个惩处。所以你们叫什么名字？辛德雷拉？不是吧？不是，我忘记了，我不知道。所以你们叫什么名字啊？俊翔，晚上好啊！晚上好，晚上好啊！晚安哦。晚安呢、啊，姐吗？等一想起来，屁股都打烂了。是神奇，这刚好就醒来了。某夜男主人自己家在家，楼上的婴孩监听器发出了怪声，他就上来看看，结果画了放那假娃娃就变成了真的婴儿了。哎呀，好可怕哦！看到鬼哦，变成鬼娃，屠龙弟弟，就是像进了球变机姐一样，好可怕哦，被吓死了，吓死人了。不是鬼娃，是一个活生生的小宝宝。哎呦，哎、欸，这还会引起想要知道他的到底接下来是怎么演呢、欸？很厉害、欸，他们很会、欸，很会。这样就会想要知道他到底为什么后面会演成那个样子。四季路，哎，我有四季路，在前面，18819。超好奇，对，会蛮好奇的哎、欸。一搭一搭回应，就是超过理解范围。哪有啊？哪有啊？我真的还蛮想知道的啦。你好，你好吗，安安啊，这是加油，加油什么？加什么油？沙拉油，沙拉嘿油。我们应该要前往下一个道馆了，不然我觉得我会来不及。
来来来，二三二，哦，三九三八三七三六三五三四三三三二，走，我们去发出发了，出发，喂喂喂，离五千越来越近了，对呀、啊，期待。从哪里呀、啊？嗯，那怎么走？它这个路感觉好像不容易耶，好像不好过去耶。我讲沙拉黑哟，又不是对你。我想换位置，我想去打这里。我换一个地方好了，我觉得这边感觉我不好过，不好过。没有开那个，我觉得好难，好难跳过去哦。你要怎么死？给你个死法，最终回是指今年吗？深夜歌回就是之后不会在每一次直播都开了，就是之后变成是替换，就是会。应该是说这个企划深夜歌回的企划就结束，因为当时候也是讲12月这个月会开，但是之后还是会开歌回啦，但是深夜歌回之后还是有可能会还是会开，只是说不会像现在那么的频繁，会在别的时间或者是其他的那个。或者是其他的时间，或者是有其他的主题的歌回，面已被蒙死。有研究过心理学，应该觉得我觉得我这样听就觉得挺好看，好还蛮好看。我之后再去查查，也没有辛苦啦。我觉得我没有很完美的达到那个目标，所以对，可以再就是。我是有在想，如果说我今天是就真的只开歌回，然后玩游戏都没有的话，也许我可以真的完全就是达到每天吧。因为我的歌回，其实如果我只唱歌，目标一开始就到啦。可是我也不是单纯的都只是为了要抽，都是要。不是为了要让大家打赏而已啊，就是也是有想要回馈。但是吼，因为如果还要开游戏直播，真的是喉咙会比较累。但是我还蛮开心，大家在一开始就帮我完成打赏箱，打赏箱都满出来了，非常非常感谢大家。这样我们的新衣装都可以完美的制作。可以好好的制作，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的。大家唔甘嫌，唔甘嫌。好，走，我们要从这边去。会动吗？什么？我这个也会，你看好吗？左右会动，上下也会动。手不会，我手没有要做，手没有要做。我手如果要做，那个因为手部动作比较麻烦一点。现在对会动啊，看到没？60寸萤幕太小，你屁啦，60寸看不出来。抱抱，你说什么？好胆，再说一次，有种再说一次，你刚说什么？那个图也是某位，其实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其实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你几斗啊？知道喜怒。你就好好说，你60寸看不见吗？我就不信，我这个10寸都看得见，好不好？这么的明显。
岩岩宝，可能需要20秒动态短片让你能认真看。我喝水，降怒，降怒一会儿。我不知道，你们可以去他的官网看，官网有介绍。是什么蒙蔽的双眼？你的坏心，你的坏心，你坏坏的心，你坏坏的心，坏坏的心。还有之后要再找新的台，没有没有没有，还是会开啦，还是会开。安安呢？明天兔子终于要来了。Hello， 小海豹，安安呢？晚上好，风信子，晚上好。你早胃口没了，没心肝了。可恶！安安呢？我还会再，我还是继续播啊。明天明天休息而已。礼拜六记得来跟我一起跨年哦。明天礼拜六早上开我那个 V 声 YouTube 声的首次早安台，而且是真正的早安台。这礼拜打兔子吗？打啊，怎么不打？咋不打？那我明天休息啦，明天在 DC 打吧。礼拜六的跨年，礼拜六一起跨年，回顾一下今年。然后跟大家聊一些明年的目标，然后唱歌，然后会有特别的，也没有很特别啦，普通而已。反正就是来就对了，来就对了，来听歌。我一直有点感冒了，有没有看医生？还是有没有？吃点药啊，感冒药，还是有没有用那个感冒用滋滋，咳嗽用滋滋。礼拜六要去力宝，没关系，有空再来。你只是平凡度过的每一天都是幸福的，很好，很会说话，可以可以。可以给你一个赞，赞。谁在旁边看我？看屁哦！没看过漂亮的女生哦，没礼貌。有时候才有忏悔环节，要忏悔什么？我要忏悔什么啊？忏悔什么？我要忏悔什么？我还真不明白。忏悔啥呢？忏悔我今年做了什么吗？可多了，没有吧，一点都没有。不觉得我有什么需要忏悔的地方。怕你是搞错了吧，弟弟。喉咙痛，头也在痛，然后你弟弟确诊，你怕被他传染，你要去看医生。那你有没有先那个啊？先，你有快筛吗？多喝点水，多喝点水。对，先快筛啊。有快筛，没事。哦，那你就先要多消毒。多消毒，多喝水。兔子，你打不过，没事没事。发烧第三天才阳性，可是风信子没发烧呢。休息。
的哦，那个哇，有的不一定发烧就没确诊。对，现在的那个已经有点不太一样了。喉咙再痛也在咳嗽哦，我是今天医生来不及看了吗？毕业典礼前一天确诊，哇，那你就不能去了吧？过几天你就确诊了，对，这纸的限定。真的啊，我要去买个球啊。你好，我要买球，超级球。好嘞，再见，再也不见。欸，哦哦哦，宝组的，好啦好啦，那我是顺便去，因为我想要去打关注，那我关关。不过如果身边有人确诊，就是要注意安全。然后多喝水吧，然后可以的话补充一些那个，补充一些维他命 C， 打谢谢。可是我又想要先去打，我等一下去看路过一下好了。只是就病毒不多，还没验出来。对啊，有你喝很多，不是峰哥，不是那个水，不是那个水啦，不是那个水。不是那个水，跳跳猪可爱。我去看，吃水菜有用消毒，不行吧？这风信子来说太那个。等我打算，我等可能现在等一下路过一下吧。商务人士红春，红春你好，红春。劈开顶挺强的，然后浅浅着迷了，把人家打死了才在着迷。有没有搞错？你这位小子，那颗球了，真的 V 在中一组，哦，真的是 V 哦，哦真的哦，你不要在这里讲哦，在你们去 VTuber 讲，不要在这里讲，先帮干爹表示遗憾及心疼之情。干爹呢？你没讲出来，我先警告你，不让你讲啊！我先警告你，我这叫做先打再说。我不抓，先不抓，我先出发哦，我去找那只螃蟹。打我吧，好欸，那算了。讲是不是男人？不准在这里，我的台欸，我的台有讲别的 V 是怎么回事？嗯，你们搞清楚，搞清楚啊！
但是只是看地方讲的。这只哎，我发现这只毛牙蟹它有红红的脸腮红哎，全身使不出力，就是了。用匕首画脚的，我来猜第一个姿势。你有事吗你？从不知道变知道是长大，知道了但不说是成熟。你别在那边。六五四三二一，比个蛋，就只是个圆。对，就只是个圆。就只是个圆，是要人家怎么比啦？强人所难。强人所难欸，贴在 V 区了，好。对，封信只能早日康复。多喝水吧，多喝一点水。然后这几天不要熬夜，早点休息。然后明天早一点去看医生。我带58度的水去看你。哎哎哎哎哎！搞什么啊？不要乱来！不要乱来！乐乐喝快快好。辣死喉咙辣死！我不够关心你，不敢预知，我只是代替我看爹发言。有人看图鉴可以领奖 ，OK OK 好。小伟子，你这个举动，我要告诉爹，让他好好回家惩罚你。想做什么？嗯，趁爹不在。别乱讲 ！YP 安安啊，晚上好，晚上好啊！这最近是不是又寒流来了？是不是又有寒流了？好像又有寒流了。我觉得今年的你在85度，看来是要买，看来要买球了。对，天气冷，真的，我觉得有变冷。我干冷变湿冷，很烦欸。17、18、19、20、21，17、18、19、20、21，我讨厌干冷。不是，我讨厌湿冷。哦，我以前在台北就是湿冷的时候骑摩托车，又冷不到我，怎么冷不到我？感谢追随，然后啊，那个就是下雨天，然后骑车上班的时候，真的手很痛欸，手真的是痛死了。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那个手，就是结冰了，手超痛。干冷对湿冷，我觉得湿冷比较冷。但是静电，对对对，会被静电电到，没错没错。每次那个去那个厕所啊，摸那些铁制品的时候，我都很小心。可是人家说什么脚好像要踩地板可以放电，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关节的洞要吃，对。而且那个因为它下雨，就不管你是戴什么手套啊。还是用什么？要绝缘？要怎么绝缘？要怎么绝缘？然后戴手套，手套就算防水，它还是会灌风进去，然后也还是会弄湿手。
接地才会被电流跑过。上周被电到出火花，哎呦，恐怖！静电吗？还是就是电到而已？骑车没在戴手套，天哪！这样好很冷呢、欸。上去，我按 B 键可以加速哎、欸，要、啊、不然这样很累。对，衣服都一堆静电。靠在接地铁制品上可以减少哦。静电超痛，直接有一瞬间闪橘色，哎呀，好可怕哦！你很干哦。对啊，我现在才知道啊，我之前不知道哎、欸。没有人，我之前不知道，一秒两剂。可是你上一剂什么时候打的？上第二剂是什么时候打？你很干切，你要有没有很容易进电？就是手多擦点乳液之类的，保湿啊。小杰宝晚上好啊，晚安晚安，晚安呢、啊。上一季是十月，容易静电是太过疲劳是吗？可是我平常没有很疲劳，也会静电啊。你是不是诈骗我？皮肤干到痒死了。我知道的不多，没错。你是太过疲屁的，得抽空趁早去看医生吧。早期治疗，早期康复。我要去找那个那位兄弟了，不知道在哪。我记得好像是在这边。哎、欸，我没打过你吗？疫苗只是不会致死，没错。就是如果风信子的疫苗比较接近的话，就是他对他的那个比较好啦。对风信子那个，他的症状可能会比较不那么重。嗨，干爹安安，上班喵一下，喵，喵，喵。刚那只391呢？哦，干爹来，快快请佛心子。对，干爹，佛心子生病了，14、54。冬天很容易静电。上次你摸到你肩膀直接电，上次摸到我肩膀在掉跳起来，后来。老是有人跑来我这里说想烫头发，太夸张了，太夸张了吧！想电头发，好扯，比扯铃还要扯，没那么容易静电，静电不舒服啦，不要静电，静电很干扣哎、欸。什么关系？我一直都有在偷窥佛心子啊！干爹，你是攻杀回？你谁攻杀回？你冷静！你在上班又想要进派出所是不是？你又想进派出所了是不是啦？那这个在哪里啊？那个包主。
原来已经在总局了。工作内容，哈哈哈哈哈！看起来怎么胖、啊？哈哈哈哈哈！我要笑死了。小星星暗暗呢、啊？在看厕所远距离什么？根本没有被保出来。扯哎、欸，夸张。对啊，我记得他在岩壁上啊，可是我现在不知道他在哪，没有找到。包袱地图在哪？这边是在这一区吧？印象中啊，哎、欸，你看这他写在这、欸，哎，这是在这。喝水水，好，喝水水。我没有，我迷路哪里有 C 啦 ？C 什么 ？C 猎头。今天不洗头。今天不洗头。各位观众，今天不洗头。帮我洗，不要，今天不洗。你塞我的头半程，不要，不要，拒绝，拒绝。哎、欸，不洗，不洗，不洗。喝桂圆枸杞红茶、啊，我不喝这个，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么多味道的茶。这是不洗的香香，对我香香的，我超香。是呱呱没有了，是夜道火星，这真的长得好像呱呱。今天没有换，我这不是写着不换了吗？到底有没有在看？河马兽帮我洗泥巴浴不用了，那很臭哎、欸，那很臭哎、欸，不用了，谢谢谢谢谢谢，阿里嘎多哎，宝主，滴滴多维，你赶快出来。噔噔噔！在哪？这边。这是鼻子状况跟眼睛一样好。说什么？哎、欸，还没到宝组我就要睡觉了。四分钟呢，可以吧？眼睛跟鼻子一样大，怎么可能呢、啊？太扯了，比扯铃还扯，比扯铃还扯。哎、欸，刚刚这里不是有一个吗？怎么不见了？看到鬼了！我来了，来了。又不是到了吗？我怎么出？我已经遇到他了、啊。萝莉都我不按啊，我要再上去是不是？安安呢？晚上好，晚上好。我刚好丢啊，没丢中啊。
噔噔噔噔，大声咆哮！谢谢哇，今年就吃你啦，吃你我就今年就饱啦，今年就吃这只了，看起来很美味。你也看到两颗腮红，我现在才注意到，你们注意到了吗？它两颗腮红好可爱哦。它两颗红红的腮红，有没有？它动起来，然后那个它的那个腮红会红红的，会红。你注意到鼻毛？红红的哪里是鼻毛？红红的是腮红呢。很早就注意到，我现在才发现哎。玩第二次，玩第二次有不一样的感觉。大甲蟹可以红烧，对啊，哈喽喵眼，嗯。鼻毛是胡须，不是啊。时间存档。鼻毛更让人注意。哦，来吃好吃的。我没有要请客啊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没有没有，跑了快骑狗去追剑杀粉尘，什么鬼？什么鬼？魔物猎人哦，欸，好久没有玩魔物猎人了。小包子 OK。他吃的配料，对啊，变成蓝蓝加料了，感觉这个用热水清蒸，感觉很好吃。你们知道那个韩国有那种是腌蟹吗？欸，我这个有讲过吗？他吃的是甜味料，有没有？你们知道韩国那种腌生蟹？料理菜，这个看起来好好吃哦，好想吃哦，好吸收。甜螃蟹感觉很不会，不会啊，它那个一般的蟹肉，你没有沾任何调味料，都会有一点带一点点清甜。快速用喷火龙烤螃蟹，不然我要清蒸，我要清蒸啊。啊！他抢在我的前面把他打赢，没吃饭，饿了。为什么不吃饭？可以上来吃了，好吃。哇，浅浅好帅哟！浅浅好帅哦。马景跟河马都还没到家。他们可能 ，Maggie 可能在吃饭吗？你看他不是还没吃饭吗？今天对啊，今天都没有管理员，没事没事。懂了一步啊，你懂什么？我好像也懂了什么，我好像也懂了什么。我也想发现了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，贵圈真乱。赞助领养浅浅两个零食，感谢地方欧尼奖赞助，谢谢赞助。我说自主管理很好，自带扳手，你自带扳手干嘛？我最爱的星星，哇，好棒！
你自带扳手干嘛？自己敲自己吗？感谢赞助，谢谢赞助，耶、yeah ！你好像突然知道什么？哎、欸，我们都突然的明白了是什么？扁我？嗯？弟弟，你说什么？再说一次，好好讲话。好好讲话，孩子。喷喷遗忘，拿来锁我房间干嘛？甜甜滋滋，总有一天揍爆你，你不可能的，你想他没了，你揍不了了。蜜乐顿想要吃。意识到了，不要啊！好可爱啊，撒娇！不要，好可爱啊，天哪，不要！用绑的也是，不给你。好可爱哦！好啦好啦，给你啦。怎么舍得不给你吃？吧唧吧唧吧唧，太可爱了！好伤心啊！哎呦！学会了冲刺，对，好可爱哦！OK， 好，波多应该反应对啊，哪一家也可以学冲刺。甜甜甜甜，谢谢口味的，谢谢口味的可以学。星辰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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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呢、啊，晚上好，晚上好了，晚安。你是蜜乐顿，我呸，我呸，我呸，呸，呸。社会冲刺，看来谢谢不新鲜，不是那个冲刺啊。对，但是固乐顿还是比较可爱，那个肉肉的手，那个肉肉的掌，脚掌。我们就直接去找小谢谢。是你吗？我是被遗忘的鲤鱼龙。今天是病人模式，怎么你生病了？哇，最近很多人生病。对，它比较有动物的感觉啊。还可以跑螃蟹了。我也没有要逃走。面膜是加一，吃我爸要替他报仇，我没吃啊，冤枉啊大人，我没吃，我还没吃呢，一口都还没吃到。你们会期待过年吗，各位？
你们会很期待过年到来吗？想睡模式。不会，为什么啊？因为过年是要是不是会很多种亲戚拷问，亲戚的拷问。你混得不好，过年都不敢回去，回去都被嘴。然后就是所谓的亲戚，就是家人亲戚的拷问。我懂，我懂。过年家人都去约会了。卡地狗拷问什么？就是那种精神拷问啊！你工作怎么样啊？要结婚了没？要交结女朋友了没？什么什么的，过年就是要当老问你交男朋友了没？不是吧？心灵打击拷问，你就已经很惨了，没亲戚。我说家人呢、啊，家人有时候可能会说啊你。金强，例如，今年有没有什么打算呢？啊，不小心打死他了，刚，卡蒂好碰瓷，又被我打死了 ，shit！ 哇，要过年，老公快就没有哎、欸，谁你老公？麦哈，捆蒙捆麦哈，这小孩子。新的一年都一样，不一样吧？你可以领红包啊，我们是要包红包的，但是你是属于可以领红包的。过年就是要躲在被窝里买一个过好年的游戏看，泡芙蓉哪里？那不是好不好？差很多呢。我刚刚去打道馆了。我发现已经10:10了，冲了冲了冲了！看一下哦，红包你拿很少，拿很少还是会拿吧？不拿红包怎么叫过年？我以前过年最期待就是拿红包，不过现在过年都装死不回去，放年假很爽。那这样应该是要期待吧？要期待放假，对不对？没家人，哎，河马 ，Hello， 河马回来了，河马雷好啊，我找不到路。每次过年我也会陪你们，但是我也会出去玩吧。其实我有在想过年到底要不要播很多，再混我跨年的音乐混完了，哦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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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一直在想跨年我大概要播什么事情。你是很多亲戚的大家族，哦。考虑纸板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我觉得行。啊！先打架。草草草草草，客从火飞冰堵。那应该可以。到你加油好哦，没问题的。我什么不行？道馆一定可以的。啊，我们要去找那个向日葵，大家记得帮助是暗葬暗葬。我们要那个挑战了。对啊，他这次做的像加油站一样，没错。哦，是虾虾，是那个我最爱的虾虾、哦，哇，好棒哦！谢谢波波赞助，感谢波波的红包，谢谢波波的红包，
谢谢抱抱的红包，我们的年菜可吃饱饱了。谢谢抱抱的赞助，感谢赞助，记得量力而为最好，不要乱花哦。谢谢赞助，阿里嘎多。哦，是虾虾，是那个我最爱的虾虾，再跑两次，红包来了，赚到了。连续红包没有没有，这个是那个绿界的 bug， 绿界会有 bug。收集向日花怪，好，没有问题。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的，谢谢你们的赞助啊。养大只只肚子是你的目标，不用了，肚子不用大嘛。风纪龙等级一直在玩绝白和弦的，哎、欸，绝白和弦好不好玩？我在想、欸，哎，因为他是那个 VVV 有合作的嘛，有点想说要不要来玩，可是大概就只能玩一时而已吧。上限累积六天六十抽，真的吗？跑去哪兒你？你看到我要绕跑，浪杠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打架？哎、欸，是怎么回事啊？而且还不能抓哎、欸！为什么不能抓啊？我之前没有遇到这只过哎、欸，这是草系道馆，而且还不能抓哎、欸！路边二花 ，SSR 中奖几率很高，哦、真的吗？好，那我之后来试试。有的会对战哦，是哦。欸、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不知道，我之前没有遇到。还有保底，哇哦！可是它的内容是在玩什么啊？预知未来。但我之前没有遇到，没错。偏卡牌放置角色的游戏哦，那我思考看看。欸，有人要进化了。它变成蓝色小裙裙，蓝色小裙裙。很浓，对啊，被进化了，好漂亮哦、喔！我听话到晚上打赢几个啦，嗨 ，Maggie。我打赢，就是我要去打第二个，然后打了一个宝主。玛吉好啊，玛吉的伤，玛吉的腰伤还好吧？哎、欸，玛吉闪到腰，对啊。
笑死！河马回家了，马吉也回家了，怎么那么巧？你们两个到底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？好刚好，只是刚好而已嘛。哎呀，笑死我了！妈呀，他又会不接哦。只是看我太开心，真好钱，并不是好不好？是因为我们刚刚在说你们两个怎么都同时没有回来，然后现在又同时出现，是怎么回事？原来 ，Solus， 我知道了，我懂了。等级超快的，在哪边？不为人知的事情啊！我们大家都是那个心知肚明就好。混音混到枕边人哦 ，OK， 我回家了。噔噔噔，我们去打道馆了，然后准备来唱歌。六天六七张 SSR， 我之后来先下载，自己先下载看看。为什么我绕了一圈？甩尾，马吉之前好像有说过甩尾。甩尾怎么？这样哦，那尾巴没甩啊。可是我马娘还有玩，刚成功了哦，就是那个 Solus。会有沙尘神，好，我等一下再试一试。我们先把这个道馆打完。四，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花之湾小之湾，请你们帮我按赞。会甩尾可以马里奥赛车，哎，我们也很久没玩马里奥赛车。我们好多游戏好久没玩，我看了一下我的那个行程表，就是我会有那个每月的月规划记录表。其实我居然被封信，只说实在飙车。我发现我上个月十二月几乎十二月只有玩宝可梦这个游戏，没有玩过别的游戏耶。这是我第一次那么认真玩一个游戏。也不是第一次啊，就是继符文工厂之后第二个了。他是 SM 道馆，百合跟娃娃，芊芊加油，干掉他！他到底是几个晚上没有睡？手边的游戏可以一座山，是不至于啦，因为我很多数位的啊，数位的是隐形的，看不出来。一月份就有祭典，
之后再来玩吧。上班那个很像，是兄弟。欸，我们用这样子的阵容也是挺不错的，我觉得。目前为止还没有遇到卡关的感觉。听的来，虽然色尾的还没办法出来，可是现在他们还行，等级高，27级。哦，我的宝可梦等级的确是颇高的。对的，有些比体实体便宜吗？对啊，没错。欸，你知道最近那个五等分花架日文版的第二季又在特价了，在特价，我有点想要买。好，小姐宝晚安。甜甜干得好，干得好。耶，头发很痒，他是不是头发很久没洗？哦，我会去帮你问其他大佬哟。没事没事，你去睡吧，孩子。去困去困，再见，拜拜。为什么不听话阵容？因为我这些色尾的他们都不听我的话，只有现在操控的这只才听话。所以我还没办法用色尾的玩，可是我还是全队拉我拉斯，没有别只。哦，我觉得这好漂亮哦！操，可以控制30等以下的了。那我现在如果用他们，不知道听不听话哎、欸。对，等级关系没错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是的，问一下馆主有几个？8个啊！欢迎订阅、按赞，对对对。对，一样是8个。你不知道他们现在听不听话，39级，我去试试看。二代简单，告白前满二250满分就好了。我是在想，因为他特价，所以有点想。好像到2月初，不1月初，可是不知道几号。可是我又怕没时间玩。但是特价可以先买起来放。
我们去看看他听不听话，听不听话啊？如果没有宝可梦 ，Steam 不听话，他还是不听话。可是亮光道馆馆主不是还要那个吗？不是还要那个跟他那个，不是还要跟他那个叫啥？跟他直播。哇，这次好容易就进了，要以德服人了，什么意思？什么鬼？哪里？哪里？他不听话啊！起诉你婆！靠，你每个都演婆。我知道起诉啊，起诉不是要跟那个，要跟他直播。不听话用棍子，我不是那么残暴的。欸，是这个欸，我不是那么残暴，我直接打爆他还用棍子，不需要拿东西。你单推之欸，这是老公，你屁，那你刚刚说什么？你刚刚在说什么？我真是听你，我真是听你讲那些我都那个了，他又不，他还是不听话。他说我只想在这里原地跳舞。欸，什么叫不是真的？还要再出第三部？真的吗？哎，欸，我怎么把他打死？哎，谁呀？大胆！我打两个了，游戏已经确定要出第三部了。大胆，大胆刁民，大胆刁牛，大胆刁牛，刁牛。对，我两个，两个不行，好像要四个，四个才有办法控制四十等级以下。怎么标人？不知道欸，就打他 at 前面的名字。打他，你是在讲啥话？哎呀，刁牛！对啊，大胆刁牛啊！不听话很讨厌，我要走。不抓了，提速好像就在前面而已，好近哦。你是在讲啥话？对啊，大胆刁民，他就是刁牛啊，我讲错吗？对吧？合理啊。但你觉得这是错了？第一，没有，第一条这只永远是对的。第二，当你发现这只错的时候，这只永远不会错。第三，当你发现这只真的错了，请参照第一。喜欢剧情场游戏吗？不然受正战旗为辅，不要。Why？哦，真的有伤！哎呦哎呦哎！叔叔很强哦，关我屁事！啊！臭小子！哪里发现机车勇敢把它打出去，并没有啊。
星星不会错，永远不会错，我永远不会错的。啊，可恶！不要碰瓷！我想去把第三道关打完，然后就来唱歌了。关呐、啊！我说真的，没有错，我错在哪？我错在太可爱。你们冷静，圣火，你要玩圣哦？从另一边把我打出来，你想太多了啊！噔噔噔噔，我们的奇异鲁，我们的艾露雷朵有没有办法打赢奇数呢？Let's go， 还需要止吐剂。你是在考哦？哎、啊，这个上面这个好可爱哦！你有看到吗？好可爱哦，好可爱哦，超可爱的。哎、欸，我之前都没有在注意看这些地方。噔。艾露波，艾露波可能不行。艾露波换换，今天特价足球小艺，拍照当名片哦。对对对对对，而且我们刮洗干，学姐又打来了。他不会要再叫我跟他打架？不要！哦，每次都要强迫我，我讨厌他强迫我，你超讨厌他强迫我的，我超讨厌他强迫我的，一定要跟他打架。我这边游戏结束，我之后应该会那个。我应该会玩，我会把先把贝优尼塔玩完之后，我再玩那个守护之心。明年就剩下几天而已嘛，几？我跟他心结了，我讨厌。人家剧情，我不想听，我不想听。那这个是在一开始就欺负我的臭学姐，坏坏的学姐。我不需要跟你鼓起干劲，我也可以打赢。讨厌的学姐。过年的时候很容易胖，过年就是在吃胖，怎么会那个？怎么会需要那个健身环呢？打爆他！我知道贝优妮塔那个童话风格的，但是我会先把贝优妮塔三玩完。哦，他的鳄鱼长大了。智烫二，你要打爆瑟维学姐。早买，但月半跟你无缘。妈吉这话真的是说的让人讨厌。妈吉的腰有好一点吗？去看医生复健。复健要怎么会？复健是
复健应该会好一点，复健后应该会好一点。有的，很好很好。只是睡意，芊芊别睡，芊芊不能睡。每天都在练健身环。其实玩，其实只要是运动都可以啦，不一定要健身环。主机在高雄，环跟游戏片在桃园，这是什么概念？我要去睡着了，浅浅正在呼呼大睡。你给我起来！烧他，烧他，让浅浅起床。浅浅，起来了啦！给，要让他吃，然后给他个解眠药好了。会不会死掉、啊？哎呦！看诊、针灸、电疗、推筋、复健。看诊是针灸、电疗。电疗、针灸、推筋、复健、热敷、电疗、拉腰，哇，很多哎、欸。我们要赢了我要吃药药，吃过敏药药吃药药。我觉得我应该再去买药药。好哦。你七点看到完，回到家都九点以后了。洗澡吃饭都快十点，好久哦！你七点是第一个看吗？是第一个看吗？还是要等？正常复健的时间大概30分钟。河马今天也复健吗？你今天去玩零钱存款机，用到好无奈。零钱存款机哪里有这个东西？存零钱哦，那个不会计算错误吗？卡纳塔晚安哦，晚安，晚安，晚安。他把我补回来了。被发现了。第六代医生一次看叫六个，看得超快，不存在是超有效，几乎都有。国泰世华复健比较久哦。每一个要15分钟哦，那很久哎、欸。来了来了。
早晚上好 ，Hello。一次只能100颗，哇！那还不如去灵柜。钛金化不一样，钛金化是死掉就消失。克拉维尔。这个超好笑，之前好像小林，哪里？对啦，是方便没错。对，死掉就没太进化了，没错没错，死掉就结束了。但是就是你用完那个猪猪就没了。哦，游戏角色哦，有一点。我昨天晚上画了，我昨天不是有跟你们说我想要做卷卷的小，就是吉祥物。我站在提款机前面，如果后面有人等的时候，就挺尴尬的。给我按啊！对，卷卷 Life 2D。挑晚上去，对啊，不然后面有人等，真的是尴尬。那还要跟他不好意思。但是我画出来的，觉得应该是不会画成像我头上这样，就是这么的团，因为我不太会画这种斜角。对，一个战斗只能用一次啦，没错没错，这样讲比较合理。反正你战斗一次就是只能用，战斗一次在战斗结束前都可以使用一次钛金化，但是只要死掉就立刻结束，不管你死掉，战斗还没结束也是不能再使用。长的天衣无缝，骗人，这么的。狂兽怪，怪兽狂，对，只能用一次。我怎么找不到啦？这是我第二次找，而且一看就看到了，这么的简单 ，so easy。哪里不可思议？怎么老是你 ？How are you？ 他说我那个我们灵眼很贵耶，灵眼很贵啊。福文赛还玩什么？那个牧场物语美丽人生。可是牧场物语的美丽人生它是那个它是一月份是先出日文版，然后夏季才出中文。然后对还有上了打二安安啊，只好有只好安安，没有国防部队。美丽人生，然后上了打二分工很三，目前的想法还有什么？这
暂时想不起。有什么好佩服的？莱莎山，想再看一次单手牌哦。对对，这个也会把它补完，这也会把它补完。打到晚上，我先休息了。好，俊翔晚安哦，晚安晚安。对，《牧场物语》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先去补血嘛，哦，你好远。八方旅人二哦，八方旅人二考虑一下，因为我一都还没玩完啊。这样很就是没有玩完，我就会有点犹豫。八方旅人二是什么时候啊？赛游龙什么鬼？赛游龙我今天晚上吃八方云集呢。二月底哦，那二月底就那个。超期待啊，毛毛超期待！我这边打完就要唱歌了，因为我觉得我开同一个直播间就那个难分难舍结束，有点那个糟糕。霍格华兹不知道，霍格华兹不一定。二月中之生日，对啊，2月24。我要生日呢，你们可以准备我的生日礼物，跟你们要生日礼物。224，我的生日不是224啊，218啦。他讲的是那个八方，收到一堆杯子。嗯，也可以，但是你们不要送一样的，先送我，不要这个。对，我今天没有打骑，没有穿骑术装，因为已经那个啦。我今天没有，我其实没有预估我今天会打到他。我今天本来想说打两个。结果我今天跑了四个进度嘞，但是我有点太慢了。我因为不用去另外一个直播间，就不用担心迟到问题，然后就有点太慢了。我要快一点。因为没担心迟到，就一直摸。对呀、啊，嗯，哑巴，这样子好，这样对吗？阿祖啊，阿祖是不是在等的那个要等唱歌的人说，到底什么时候才要唱歌？到底怎么没有尽头的感觉？要了要了要了，你们等等我，我打完骑术就马上唱歌啊、哦！盐酥鸡在背真了。我最近都不知道要吃什么，然后最近的便当店就好几间，有一间是平常还不错吃，然后但是我发现，因为前阵子不是天气很冷吗？天气很冷的时候啊，我发现他好像连这菜好像都随便洗，因为以前比较不那么频繁，
然后今天就非常的平，哎呦喂，哎呦喂，他就非常的平凡的，就是一直那个，一直有发现虫虫，然后连高丽菜那种都有虫虫。突然这里阳性啊！我要先补血，不然我没有得打。不行啊！没有没有，有虫还是有农药，现在没有那种所谓的有虫没农药的道理。有点克我，不太好打。重点是连高丽菜里面都有虫，然后绿色一般的绿色青菜也有虫，花椰菜也是满满的虫，我都不知道我该选什么了。有虫再来加菜，我不要。然后我就有一种，我就觉得，我就不太想吃，你知道吗？就会觉得不好吃，然后又。就是都一直吃到虫油脂蛋白，然后重点是啊啊，妈妈哎，选择开始敢吃虫，并没有啊。然后重点是那个，等一下，我先那个，我只有好商量，果粉下去和歌公。不要，然后我后来就会换另外一间买嘛，但是另外一间它便当就是很冷，都是它的菜都是冰的，就完全是冰的。那冰的你就没有办法，我就这种天气吃冷冰冰的就真的是吃不太下去。然后那个，而且他们的就是我平常喜欢吃的肉，因为。我平常都喜欢选煎鸡腿排，然后它鸡腿排就是很都有油煎当，你知道吗？你就会觉得天哪，我到底在吃什么？我就觉得会很油腥，就是那味道，反正就是就会。我每次我家人问我说晚上吃什么，就会不知道，我就不知道我要吃什么，因为真的是就是每一个都很恶心啊！我就光是想象的画面就觉得很恶心。平常是冰端，因为天气很冷。小林晚安，辛苦了，辛苦到家了，我该你。这个用凉掉真的不好吃。我有微波炉啊，可是我有去微波，但是因为。我后来就是后来几次都有微波，但是因为他那个煎鸡腿排啊，就是他不是煎当吗？然后但是他其实煎的其实颇硬的了，你在微波之后，他整个就是顶扣扣，就不好吃，反正就不好吃。煮火锅我就不喜欢，我就没有很想吃火锅。我们家以前之前太常吃火锅了，几乎餐餐就是三餐都在吃火锅。所以我现在对火锅非常的厌烦，我不要。我以前常我那天看到他那个花椰菜里面超多虫的，我真的是看到都傻了啊！我要死。可是还要用气炸锅，真的是很麻烦啊！不是三餐吃锅，因为我一天就吃两餐啊，我就是午餐跟晚餐几乎都会吃锅啊。我一天吃两餐，所以我现在我就没有很想吃锅。哎呀，虫虫认证，没有没有。啊，
琪琪你太棒了，这时候还知道要吸他的血， nice nice。 我们剩一耶，糟糕，妈呀，芊芊，我要芊芊打自己，芊芊啊， Hold on Hold on。 元龙安安晚上好啊，真是嗑药了，嗑药了哟。他一直让我们很混乱，踢一下，劈一看，不要祸不单行，我还爱不单行呢。芊芊，我芊芊会不会打自己？不要 ，Yes， Nice， Nice， 芊芊棒，啪叽，芊芊你赞啊，赞赞赞赞赞，耶！差一点我们就这里破街了，在这里要翻车了，好欸，耶耶，哦哦，你车都发好了，美安安，天鹅法安安，晚上好啊。耶、yeah ！可以控制35级，现在不知道我能不能操控了。好，我们准备存档，我们要换房间了，准备唱歌啊，各位。拿死。Nasu， 打扰您一下，我这边跟您推荐发胶产品，要跟奇数分开。什么 ？Hanyo， 什么 Hanyo？ 不是不用换房间？对啊，但是我的直播会，我的这个房间会换。不用换房间，但这个房间要换啊！不会在这里唱歌。好，存档。不听话啊！